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我是高宪荣。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8月11号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好，我们先来看在这个美国股市昨天的一个表现，在公布了美国7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虽然仍然高达 8.5%， 但是市场解读第一个比6月份的年增率 9.1% 稍微降低了一些，所以呢好，这地方认为说是低于市场的预期，认为接下来 FED 应该不会扩大升息的一个这个幅度了。所以呢美股在这种状况之下，昨天是四大指数全面收高，道琼涨了535点， Nasdaq 也大涨了360点，包括前两天最弱的半导体股费半指数昨天也反弹拉高，大涨了121点的幅度。那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也让台北股市的部分今天在昨天是跌了111点下去，跌破了15000之后呢，今天直接跳空开高，开盘直接就拉高上去，涨了200多点，接下来在高档维持震荡，收盘收高大涨了258点，以15197点做收啊，15000点昨天是跌破啊，今天又涨回来了，失而复得的状况。重点是成交量今天终于回来，来到2189亿的量能，涨这个回到2000亿之上了。这是不是代表大盘指数已经站稳了15000点，准备来挑战16000的呢？好，针对大盘的部分，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重点一开始，我们先恭喜一下我们的会员朋友，包括大资金，好，我们推荐的 VIP 电动车的黑马，今天两档个股台达电、鹏程都续创新高，包括小资族，我们的快打当中也顺势操作，先买后卖，再添一胜。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会员的操作，这是上个月唯一推荐给会员朋友VIP 波段潜力股的这个台达电这档电动车关键材料大厂，在车用产品进入到起飞，业绩进入到起飞期，营收创新高，启动成长动能之后呢，接下来股价上个月还有230、240可以买，现在已经大涨，今天收盘收在最高272.5元，继续的突破了波段的新高。台达电好，是上个月唯一推荐的，前两天好新推荐给好大资金 VIP 波段潜力股这档8255的鹏程车用电子的元件大厂这个上个这个前两天你看8月8号父亲节还有168块以下可以买，现在呢也已经拉高上去，盘中最高来到193，收盘 190.5， 也是同样的领先大盘站上了季线两年线啦，开始创下波段新高，有买的恭喜大家都有赚钱。那小资族的部分，我们采取快打当冲作战，锁定今天6488的环球金这档个股，上半年大赚了26块的 EPS， 下半年展望也维持乐观，产能维持满载。重点是早盘开高，虽然一度出现这个拉回，上档看似有大笔的尾卖单，哇，卖压沉重啊，吸引了散户。这地方一个下杀就赶快卖出，但接下来如果你学过宪荣老师的实战教学技术分析，你会知道这个背后有大户在虚卖实买，洗完盘反手进货的迹象了，动能指标也在这边翻红，出现了转强讯号了。所以今天6488的环球金，我们建议会员朋友采取短多当冲，采取先买后卖的策略，这是今天早盘9:24发出的指令。快打当冲标的今天注意短多6488的环球金，这个技术面转强讯号出现，我们定价478.5到477.5之间先做买进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所以你看到宪荣老师给会员朋友的操作指令，做什么股票，代号多少，要买要卖，重点是价位定在哪里，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会员朋友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也请会员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免得一方面你的成本可能比较差，第二方面更容易，如果所有会员都用市价追高杀低，惊动到背后大户，哇，可能会被对坐反而容易赔钱，所以这一点再三叮咛，跟着宪荣老师的操作，你看到不需要用市价追高杀低，我们的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会员说那如果没做到，没做到顶多没赚啊，可是今天有没有做到，来看到9月29:24发出的指令，
建立定价 478.5 到 477.5 之间买进6488的环球金。那你看到9点24分发出的指令，到了9点41分股价都还在低档，好，那时候在 477.5 最低，对不对？顺利的你 478.5 478 477.5 都能够买得到，买完之后呢平均买在478，开始一波的急拉上去，最高来到485，然后维持高档震荡。那么我们也顺利的在11点多的时候建立会员朋友早盘均价478买进的环球金，市价483附近来做卖出，顺利的入袋为安。今天五块价差，好，三张就好，很多人今天操作三张环球金，稳稳的又进账个15000，顺利的放在口袋，快乐当充足。今天日领日薪，好，一天就加薪个15000，顺利的放进口袋，那不止今天赚，对不对？这个月好，我们就是这样稳扎稳打的操作方式啊。8月1号操作智卖智贸，好，先卖后买，2块多价差，7张也是进账15000左右。8月4号啊，操作长荣，那一天小赚12张，几千块。那这地方昨天操作台阳啊，这个先卖后买20张也有日领12000。那今天这地方操作环球金，3张下来5块价差，又进账了15000。好，目前这个月啊，这总共7次出手，另外3次合局我们就不多说，总共4胜3和，7连不败的成绩，继续稳扎稳打，要来帮会员朋友啊，这地方利用当冲稳扎稳打的多创造一份收入，多加一份薪水。当然目标还是像5月份这样子累积当冲战绩。12胜2负3和，当然一定有赚有赔啦。那我每一笔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过，像那个月台办、台新科也都小赔出场，那我们也都诚实讲，重点是盈亏相抵，累积之后呢，赚的扣掉赔的，累积报酬率单月就达到 20%， 就是假设你每一档100多万出筹来做操作，一个月加薪个10万、20万，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我们会继续努力来帮助会员朋友达成这样的目标。那如果说投资朋友认同宪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都欢迎大家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跟好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好，接下来的行情，好，我们继续谈下去。当然这个地方哈，年初的时候指数突破18000点，当时来到18000，我们已经再三叮咛中期回档危机风险意识一定要去注意好了，希望有帮助到会员朋友啊，这地方帮助到所有投资朋友顺利的避开今年这样子一口气下杀4000多点的一个危机。那跌了4000多点，好，上个月大盘跌到14000点附近，好，包括了那个礼拜一3000亿的巨量重挫482点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其实这个地方低档的爆量长黑，如果你学过宪荣老师的操盘及技术分析，掌握指数关键转折，你会知道这个其实已经是底部讯号之一了。再来，融资断头卖压当时蜂拥而出，散户正在绝望性抛售股票，我们也跟大家讲，这是大盘的底部讯号之二了。所以那时候指数跌到14000点附近，低档爆量长黑，融资断头卖压涌现，加上年线跌破，很多人说会说一跌跌跌一整年，我说你注意乖离率高达3000点了，这种状况加上技术指标的底部讯号一个一个浮现，随时都会有酝酿一波中期反弹的机会。而且关键时间点我也先跟大家讲了，就在7月中旬，台积电的法说、国安基金的例会还有 FED 升息的前后，那是我们当时7月初的时候跌到14000跟大家做的预告。后来大盘跌破了14000，最低杀到13928，我也没改变我的看法，都跟大家讲这个新低量出现之后出现个新低价，其实距离底部是不远的，低点是不远的。而融资的断头卖压当时已经告一个段落了，而外资的期指却在这个时候开始翻多，所以筹码面我说过对多方也有利了，技术面上来看仍然有机会跌破14000，随时在这个地方7月中下旬就出现一波中期反弹。所以你后来看到大盘就从13928反弹，现在已经站回到15000点，这个部分目前为止都符合宪荣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好，对不对？那重点是接下来呢，那接下来的行情我说过，好，不预设立场，第一个看筹码面的部分，好，目前散户都还在观望，你看融资余额这波杀盘这个
断头卖压这个结束之后，融资余额都没有再增加，都在低档，代表散户都还在观望。而外资的期指已经进多单有一万多口，所以我们说过，筹码面目前对多方仍然是有利的。那只是之前的量哈，突然出现个急缩，就比较容易出现个让这个整理甚至拉回彻底的走势。所以我说过，技术面上来看，如果接下来继续要往上迈进啊，量的趋势要转强，最好多方量要有2500亿左右，那大盘就渴望继续往季线、两年线来做迈进。那今天哈，虽然没有到2500，这个下半场量也有缩掉，但至少已经接近到2200亿，稍微量能有开始回升。当然，这不能够是一天的现象，好，接下来的量还是要稳住，好，温和的扩增，有2500亿左右的量，那这个行情就有机会继续往我们所说的啊这个中期反弹来做一个迈进之中。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继续来做观察。当然，万一量的趋势走弱，大盘还是有可能在15000点上下来回震荡啊。它如果万一的台币的汇率贬破了30，正式贬破30大关，这才要小心外资会正式的出手。那不过无论如何，重点在这里，重点在哪里呢？提醒大家过，当这个中共的一个演习政治面的干扰结束之后，回归到基本面，但是基本面所有的产业都好吗？再提醒大家一次，现在的状况是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基本面的好坏会差很大。好，台积电都跟大家讲了，包括手机，包括啊这个电脑啊，包括呢啊，在这个啊所谓的消费电子啊这几块的需求，的确都有在降缓，客户的库存都偏高，都有在减单的现象，这是台积电都已经承认。所以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地方半导体的公司在调降它的一个需求啊，调降它的一个财测啊，这个都还是要在未来很小心。好，也就是很多产业重复下单的副作用现在才开始，那未来的财报啊，这个获利都有可能大幅度衰退，就算指数再创新高，股价高点这种都不会再来。好，再提醒大家一次，指数就算涨，很多股票高点不再来，很容易赚指数赔价差，接下来高库存的问题会比中共的军演更可怕，提醒大家。但是也看到不同的产业基本面好坏差很大，我说过需求续强的在哪里啊？数据中心以及车用电子的部分。所以这波我也建议会员朋友，而且大资金的，如果之前有听我们的，在18000点要开始注意中期回档，顺利的避开这波4000多点的下杀，现在逢低要捡便宜。那我们锁定的焦点在哪里？未来10年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然就是电动车。那电动车这么多股票，我们只找业绩真正有成长的一个啊精选潜力股给大家。所以你看到上个月唯一推荐2308的台达电，它生产的电动车充电桩现在这个客户已经涵括一线车厂还有各国政府，出货量已经超过100万台，电能转换的一个系统技术也领先业界，动力系统更是已经打入到全球1/4的汽车大厂的供应链了。那在整个车用产品现在已经正入业绩正式进入到起飞期，六月份的营收就在创新高，启动了成长动能，当时股价230几块240块左右，法人也在积极卡位，我们也是在当时建议会员朋友买进跟波段持有。重点是现在指数反弹，上面季线在这里，半年线在这里，两年线在这里，更高还有一条年线，还是层层反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它已经突破了短中长期的均线，领先大盘正式的创下波段新高。你看指数这个高点叫16811啊，指数在高档还有那么多层层反压，它早就已经突破16000点了啊，早就在创新高了。那台达电创新高，这是这个电动车的龙头指标股。再来呢，这个月8月8号这礼拜刚推荐8255的鹏程，这一档车用电子元件大厂，我们也提到它的一个在新能源车带动之下，新生产的高效能、超高效的产品，这个二极体需求都在倍数成长，带动了7月营收也创了历史新高，启动了成长动能。那不只是7月份这份营收创新高，接下来看到它研发已久的新产品，高单价的 IGBT 的一个模组 ，SiC 碳化系的模组，这个就是要主攻电动车跟充电桩电动车市场的，而且它的单价远远高于原本的传统的二极体这个单价高了数百倍，这个过去已经研发了一段时间，
现在正取得了客户的安全验证。那车用产品是这样，很难拿到安全验证，但是一旦拿到呢，哇，这地方订单可能就是接不完了。那这个部分拿到安全验证之后，再来第四季以及2023年就要正式量产。换句话说，它不是七月营收创新高，我们看到的是未来几年业绩都会持续的推动成长。因此在这个地方看到营收创新高，成长动能出现，法人也在积极卡位布局之后，我们也建立会员朋友买进波段持有。你看到8月8号这是一早建立会员朋友VIP 波段潜力股825的鹏程，那时候168元以下再分批买进，好，停损也都有定好，但是长线潜力看好，上档就暂时不设预目标了。那后来到了10点多，最低来到167，我们168元以下顺利的来做买进之后呢，收盘大涨了14块上去，这是8月8号礼拜一，礼拜二震荡，收盘小涨个2块。礼拜三8月10号盘中昨天又大涨了14块，今天好又继续的拉高，盘中最高来到193，收盘来到190.5，好，都是继续的创下波段新高，也已经领先大盘站上了季线2年线了。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未来5年到10年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在电动车的部分，好，现在成长率才刚刚开始爆发性成长，渗透率超过5%，未来往50%往100%来做迈进的时候，已经进入到爆发性成长的年代。而欧美日各大车厂未来3到5年估计要总共投资3000多亿美金来进行电动车的研发制造，可以说未来车厂不做电动车，一定就是被市场淘汰。那投资朋友，你要不要投资电动车的相关股票？当然要，因为相关的部分，车用的电子，包括电池系统、动力系统、被动元件啊、连接元件啊、石英元件啊、二极体啊、MCU 这些需求，都会在整个车这个电动车的带动之下，电子元件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很多的公司业绩启动成长动能，营收会创新高，就会带动什么股价打败大盘，一档一档的突破新高，这将是我们在未来持续锁定的焦点。所以，如果大资金的朋友想要这地方趁着指数跌了4000多点呢，逢低来捡便宜，也欢迎跟着我们锁定未来5到10年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产业，我们会精选这种业绩有成长潜力的精选潜力股给大家。当然，对小资族来讲，如果担心啊，那指数这地方会不会反弹完又再度的下跌？的确有可能，毕竟现在的确很多产业，景气来看是走往下的啊。资金来讲更不用讲 ，FED 大幅度升息，在结束量化宽松，那资金行情也已经都被扭转，所以这种状况，风险意识的确还是不能少啊。所以想要掌握赚钱机会，又想要顾好风险的，建议大家小资族仍然是采取跟着我们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的快打当冲讲求的是盘中满手赚了就走，盘后空手让你高枕无忧的操作策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每天按照专业 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势，攻击盘机会出现，我们就做短多，先做买进。好，找到大户进货转强的股票，好，这个来做买进。如果整理盘，我们做短空，我们会先做卖出，会找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来做卖出，选出符合条件的个股，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最重要，遵守纪律，理性操作，就是这样的原则。好，你看到今天大盘有出量攻击的机会了，我们就锁定6488的环球金，发现大户洗完盘又玩空，反手再进货，转强讯号出现，短多先买。一早建议会员朋友478附近来做顺利的来做买进，好，最低来到477.5，一波拉高最高485，我们也顺利在483来做卖出，5块价差稳稳的放在口袋，操作3张就好。很多人今天快乐当充足，一天又帮自己加薪日领15000放在口袋里了。那不止今天赚钱，对不对？这个月好，目前已经这个4胜3和的成绩。好，那碰到整理盘，像之前大盘量缩掉在整理，我们就采取短空模式。8月1号，2360的芝茂大户在那里做量偏线拉高，反手出货转弱讯号，我们就短空先卖后买，顺利的也是2块多价差，7张也是一样进账15000。好，8月4号做长荣，还小12张超小赚几千块。昨天操作台阳20张也是日领12000。那目前来讲，就像稳扎稳打的一个这个操作，这个月目前是4胜3和7连不败的成绩。当然目标还是朝向5月份啊，累计报酬率高达20% 的条件之下，你看到一个月利用100万左右来做操作，加薪个10万20万不是不可能梦想。如果投资朋友认同宪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当冲稳扎稳打，多创造一份收入，多加一份薪水，或是大资金的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锁定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商机，找到真正业绩有成长的潜力的潜力股来做布局，都诚心邀请你来加入由我宪荣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现在加入还有机会学到宪荣老师啊这地方亲自传授的会员专属实战教学啊，一边教你掌握赚钱机会，一边帮助你有机会成为操盘高手。详细内容想要深入了解的，广告休息时间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定打股极品操盘团队，由何老师亲自带领，专业、用心、重诚信，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最前瞻的产业观点。参与热线02-2781-0909 2781-0909。运达投顾高老师极品操盘团队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限时来电入会，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运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 2781-0909。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再提醒大家一次，当这地方军事演习结束，政治面的干扰结束，回归到基本面之后，现在的重点在于不同的产业基本面好坏会差很大。很多产业趋势在下滑，业绩在衰退的一个公司，逢反弹我仍然叮咛大家记得要找卖点。那如果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欢迎大家跟着我们锁定未来十年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产业。这个部分我们上个月唯一推荐的台达电，你看到股价已经开始创下波段新高 272.5， 领先大盘开始突破了。这个月这个唯一推荐8255的鹏程上前两天还有168块可以买，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93，收盘来到190元，也是一样站上了季线两年线之后，领先大盘创下了波段新高。未来有很多的电子元件在电动车的需求带动之下大量的增加，许多公司的业绩将启动成长动能，营收创新高，带动股价打败大盘突破新高。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档一档的来找出来，一起买在起涨点。这是针对大资金的投资朋友，欢迎跟着我们锁定大这个电动车的产业。那如果小资族想要这个稳扎稳打想要掌握赚钱机会，但又想要用最小的风险这个地方当然最好的策略仍然是跟着我们采取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那么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再强调一次，内容就这样，每天早盘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所以我们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叫你设飞镖，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没有，我们很简单，每天早上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做操作建议，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还是先卖，清楚的提供进场价、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没时间看盘，老师来帮你看，到了价简讯通知，没到价需要修正，无论如何当天带你进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就是这样的操作原则之下，今天你看到唯一当冲的股票6488的环球金这地方大户在那里洗盘之后反手进货转强讯号被我们发现，就建议会员朋友采取短多当冲先买后卖，
跟着我们的操作指令，9:24建议大家环球金好478.5到477.5之间先做买进，那你就去挂好单。9:41最低来到477.5，好顺利的成交，平均买在478块，一波急拉高上去。你看别人看到大涨了，急拉了才急急忙忙去追高，我们已经顺利的买在低档。等到急拉上去，别人去追高，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差不多好，那483元来做顺利的卖出，5块价差，稳稳的放在口袋里，入袋为安。操作3张，今天又可以加薪，进账个15000，日薪15000，稳稳的放在口袋里。那这个月目前我们的操作成绩，4胜3和的成绩，之前操作智茂短空先卖2块多价差，7张也是15000，长荣小赚入袋。昨天操作台阳20张有10000多，今天环球金这个地方再度赚钱啊，总共4胜3和，7连不败，继续稳扎稳打，利用当冲要帮大家多创造一份收入，多加一份薪水。目标仍然是朝向5月份单月累计报酬率20%，一个月加薪个10万20万啊，希望能够帮助得到投资朋友，帮助得到你。如果想要这个地方跟着我们一起掌握赚钱机会的，都欢迎大家就从现在来做进场啊，大资金小资族都有不错的优惠给您。现在加入还可以学到宪荣老师亲自传授的操盘及技术分析实战教学的影音，详细内容都欢迎大家广告休息时间就来跟我们做联络，指名加入由我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